六祖坛经的思想，在坛经中所见的如来藏系统的经典，除以上所举的大涅槃经和维摩经之外，尚有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佛经、大乘本身心地观经等。http://buddhism.net.edu.tw/full-text/j2-0031/07/03-7.html 六祖坛经的思想。六祖坛经的思想是圣言，中华佛学研究所所长，中华佛学学报第三期，1990年4月，页149-163， 149页。提要：坛经流传的版本甚多，本文不做考定。坛经的思想系统虽用般若经，实则是沿袭如来藏的观点，用般若的空慧实证真如佛性，即是明心见性。坛经中引用金刚般若经者凡五见，引用文殊说般若经者一处，其目的是在证明相无而性有，强调本心及本性实在。所引般若经典，乃在取其作为修正的观行方便，那便是般若三昧及一行三昧。坛经引用维摩经者，即六力共有五种观念顿悟：守心与执心、行住坐卧的日常生活即是修行，动静一体，不二。此外尚可在坛经中见到大涅槃经、菩萨戒经、法华经、华严经、观无量寿经、大乘本身心的观经等的思想。坛经的心理实践名为无念法门，它又有无住、无这、无相等不同的名称，以无念的智慧，以无著离烦恼，以无相证佛性。坛经的生活实践是以忏悔、发愿、受三皈依戒为准则，而又降之导归心理实践的无相法门。一、前言。从传统的观点和信仰来说，六祖坛经是禅宗的第六祖慧能大师纪元638年至713年所说，但自从敦煌本的坛经出现之后，日本和中国的学术界对于坛经的作者产生了争论，究竟是出于六祖慧能的思想，还是出于神会纪元668年至760年伪造本文，不拟讨论这些问题，而只讨论其思想内容。坛经收在大正大藏经第48卷的有两种，第一种叫南宗顿教最上大乘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六祖慧能大师于韶州大梵寺师法坛经，通常被称为敦煌出土六祖坛经。第二种叫六祖大师法宝坛经，是中国通用且流传最广的一种，乃元朝至元年间比丘宗宝所编，而敦煌150页本
坛经是由六祖的弟子法海所集，看起来敦煌本的应该比较可靠，而且宗宝编的坛经在文字上也比较通顺，可能是后期经过传抄润饰而成。目前又发现曹溪本其实就是宗宝本的另一种抄本。以上三种文字各有出入，特别是敦煌本，其段落次第的衔接和其他两种梵本都不一样，因此可以证明这三种梵本属于两个系统，但也不能确定宗宝编的坛经原始资料比敦煌本更晚出，这些乃属于学术界的版本考证问题，本文也不加以论述。注一，本文所想讨论的是坛经的思想内容，参考各种版本。注二，采取各本中共同所有的资料加以综合，作为讨论的重点。二，坛经的思想系统。我们知道中国的禅宗传自印度的菩提达摩，他于纪元527年到达中国，成为中国禅宗的第一代祖师。他的思想源头是根据四卷本的《楞伽经》，北宗神秀的弟子净觉所集的《楞伽师资记》，就是介绍从印度禅传承到中国禅的系统。也可以讲这是北宗禅是以《楞伽经》的思想为主流，可是南宗的六祖慧能虽也接受《楞伽经》思想的体系，但他却以《金刚般若经》作为他的禅法的依据。因此从坛经的内容固然可以看到浓厚的如来藏思想的成分，那是受了《楞伽经》系统的影响，同时又发现它特别强调般若和智慧功能，所以又是属于般若思想的传承者。照道理，般若的思想是属于空的，也可说是属于中观哲学的范畴，而《楞伽经》的思想既强调为实，更强调如来藏，实际是以发挥如来藏思想为其重心，这是印度大乘佛教的另一个系统。至于六祖坛经，怎么可能把如来藏和中观的两系合而为一，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其实六祖坛经是以般若为方法，以如来藏为目标，用般若的空观来破除烦恼的执着，以其达到明心见性的目的。所谓明心，就是无烦恼的清净心，见性就是见道与佛无二无别的佛性。佛性是如来藏的另一个名字，清净心是般若智慧的别名，它是用般若智慧以达见性成佛的目的。此二者虽有不同的名字，也有不同的立场，然而是一体的两面。若得其一，必得其二；不见其一，不得其二。明心一定能见性，见性一定是心地光明。从中观的立场看般若，
若得般若即见诸法自性是空，那就是目的，不再另有如来藏佛性、法性等目的可求。可是从如来藏系统来看，翻151页，若只是功能，不是其本体功能，必定有其所属，所以产生了如来藏和佛性等思想。于是六祖坛经虽让人见到般若的思想，实际上是以如来藏为根本，这是非常明显的事。三，坛经里的般若思想。坛经用了两种般若系统的经典，一是金刚般若经，二是文殊说般若经。经中引用并提到金刚经的句子和内容的有如下几处：宜行有品，慧能一闻经云，应我所著而生其心，心即开悟，遂问客诵何经，客曰金刚经。注三，二同品又说经云，凡所有相皆是虚妄。注四，三同品又有祖以袈裟遮为不令人见，未说金刚经。至应我所著而生其心，慧能言下大悟。注五，四般若品全品都谈摩诃般若波罗蜜的意义，同时强调持诵金刚般若经即的见性。又说文说经刚经新开悟解，注六，而称此法门为般若三昧。注七，五定慧品引文殊说般若经所提倡的一行三昧。注八，来说明净明经即维摩经的执心是道场，执心是净土。注九，这两句话现在我们要讨论他所引的般若系统经典的思想及其目的。首先我们必须注意金刚经所说的应我所著而生其心，这句话对于坛经思想的重要性和慧能之所以能够成为中国禅宗史上最伟大的禅师的原因。这句话虽然是金刚般若经的经义所在，但不一定是最重要的经句。金刚经的通常论法是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不应取法，不应取非法，非法非非法，这是排除执着，不执空也不只有，只有固然是有，执空还是落于有的一边，空有是相对的。可是就六祖最受用的那句话而言，虽然叫他无助，但还是要有心。这个心在现象上是智慧心，无助是不住于烦恼心，虽不住于烦恼心，但仍然有智慧心。因为求见清净的佛性需要智慧，而对众生的救济也需要智慧，所以是有而不是空。若将这句话连着《金刚经》的前文来看，是说生了清净心的菩萨庄严了佛的国土，等于没有庄严佛的国土，那才叫庄严了佛的国土，也就是行
一切善等于没有行一切善，那才叫行一切善。的确，这种清净心就是无执着的智慧心，六祖慧能听了。152页，这句经文就开悟，也就是跟智慧心相应。不过《金刚经》没有说到开悟之后悟的是佛性，开悟本身就是目的，这跟六祖所体会的有所出入。